错了。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事。可能他还有事儿没接电话，他就那么忙啊，连接个电话时间都没有啊？不是白天不说的好好的吗？晚上六点在这吃饭呢，他要是不来，跟我们大家说一声啊，省得我们在这等啊。哎呀，人家又不是个机器人，难道24小时待命接电话呀？阿姨别着急，我们再等会儿呗。我都饿死了，我。那就别等了呀，饿就吃，开火来，涮菜涮菜。来来，啊，小朋友饿了吧？啊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这是，没怎么了。就我昨天晚上喝大了，走错了门，接下来什么情况，你不全知道了吗？不是问这个。昨天上班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我跟你说个笑话吧。宗浩要结婚了。不是应该跟你结婚的吗？不是，是他的初恋。5年，我跟他在一起5年了。你告诉我，一个女人她有几个5年？帮他这么多，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牺牲了这么多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所以你就这么折磨自己啊？你现在的状态，你觉得他看得到吗？你这么折磨自己，难道他这个婚就不结了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够怎么样？他就是不爱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都懂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学会接受，把一切交给时间，时间会带走一切的。